妈妈将为心爱的女儿披上红盖头，行公主礼。然后你怎么当啊？不对。动新娘别动，让她慢慢解。后面把人接伴娘，伴娘去接。扶着她，接着这个，同样还是搬，在这里。好的，尊敬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大家现在好。对，要用热情的掌声，踏着欢乐的节拍，带着美好的祝福，今天我们相约在这美丽的乡村，共同的欢聚在一起，一起来见证我们雷旺先生和何优小姐喜结良缘。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杨帆，十分荣幸地接受新郎和新娘的委托，步入这神圣的婚礼殿堂，为他们的婚礼担任司仪主持。那么此刻就请允许我代表二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长，对于今天莅临婚礼的所有的来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我们的新郎雷旺就出生在这片生他和养育他的这片家乡的土地，我们美丽的新娘来自于美丽富饶的陕西西安，是情是缘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真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他的今天的方式将以西安最古老的中式婚礼的样式来走进我们的现场，那么此刻让我们全场行
上跨马鞍，平安吉祥代代传，有请新人跨马鞍，掌声祝贺。借来天上火一盆，日子过得红红又火火，有请新人跨火盆。有请新人走上幸福的礼台，面向观众。新人已经来到绚丽的礼台，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想不想看美丽的新娘？我们有请新郎三挑红盖头，来，左一挑，好运来。哎，新娘还害羞。右一挑，吉祥到。哎，还不同意，看看第三下好不好？中间一挑，美娇娘。哎，这下可以了，掌声祝贺。来，想问问大家，新娘美不美？新郎帅不帅？绝对是美丽和帅气，而且两个人呢、都非常的优秀。那么在这里呢，就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一下两位年轻人好不好？来，大家都知道，现场的所有的来宾都知道，我们雷旺就是我们本地人，本科重庆西南大学，而且是一位保送的研究生。同样美丽的新娘来自于我们陕西西安，同样他们也是来自于重庆西南大学，也是硕士研究生的毕业。他们的爱情就是在读研的时候，从相识相知到相爱走到今天，大家赞美他一下好吗？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来自于双方家长。来，我们首先有请爸爸妈妈上场，掌声有请。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位就是新娘何优的妈妈。哎，大家可能会问，何优的爸爸怎么没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没赶得及买上飞机的票，所以今天妈妈和姐姐、姐夫以及亲友团做代表来。我提议我们所有的现场的父老乡亲，用你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妈妈的到来，好吗？欢迎妈妈，来，妈妈请坐。吉祥拜，有请新人相对而立，夫妻对拜，永远恩爱，早生下一代拜。哎，站在绚丽的礼台，那首先就有请我们新郎新娘向你的新妈妈新爸爸敬上一杯浓浓的孝敬茶。首先，两位新人向新娘的妈妈敬上一杯香茶，有请新郎端起一杯香茶，并大声地叫上一声“妈，请喝茶”，好吗？妈，请喝茶。妈妈，请喝茶，祝你永远健康，永远快乐。从此，何优的爸爸妈妈多了一个心爱的儿子，来，掌声祝贺。今天我们来把茶端上来吧，新娘也要感谢妈妈啊。妈妈辛苦了，刚才在给你披上红盖头的时候，妈妈有一万个不舍，太优秀了啊。好的，
哎呀，9990，天长又地久，掌声祝贺。来吧，新娘，我们要来个改口仪式，这两杯茶由你来敬，并大声的叫上一声，来，有请。妈，请喝茶。妈妈，请喝茶。从此，咱们雷旺的爸爸妈妈多了个心爱的女儿，来，掌声祝贺。妈妈喝一口好吗？哎呀，今天妈妈特别不漂亮。哎，好的，来，爸爸，来，还有一杯，这是啥？敬茶，爸爸。爸，请喝茶。爸爸，请喝茶。祝你永远健康，永远开心快乐。我想问一下，爸爸，这茶甜不甜？甜，甜就给钱。哎，对，今天我们来，哎呀，10001，万里挑一，掌声祝贺。拿着吧，雷旺的爸爸说，我这个儿媳妇可不得了，就是万里挑一。好吧，我们来到舞台中间，站在中间，还是要向爸妈三叩首，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好不好？一叩首，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一叩首，掌声响起。二叩首，祝爸爸妈妈永远健康，永远快乐，二叩首。最后叩首就是爸妈最大的心愿，早日抱上大孙子，掌声祝贺。就在这一刻，爸爸妈妈非常的开心，放飞希望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新娘的姐姐和姐夫也来了，我想请我们远方的客人代表来讲几句话好吗？来，有请新娘的姐夫，掌声有请。好，哎，到这边来，来，话筒交给你啊，姐夫。我先介绍一下，我是新娘的哥哥，姐夫。这欢迎各位亲朋好友能够参加两位新人的婚宴。首先呢，我是受新娘父母及姐姐的嘱托，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同时也为两位新人呢，送上祝福，祝福两位新人呢，恩恩爱爱，长长久久。再讲说一下我们何优吧，我们何优呢，从小在家里是排行老小，从小就是在家人的呵护与宠爱中长大，但是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都是知道这个知识改变命运。何优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一直都很上进，就是在学习上从来没有让家人操心过。再看在性格上呢，性格方面呢，何优这个女孩比较开朗，完了与人贤淑，温文尔雅。一直都比较优秀，当然呢，就是正是因为塑造了一个优秀的自己，才能遇到今天这个更加优秀的新郎，雷旺。最后呢，我还想就是替父母还有姐姐对两位新人送上一点希望，希望呢以后你们在以后的生活里呢，就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不离不弃，相伴到白头。完了，最后呢，就是再次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姐姐，谢谢姐夫，来站在这里吧，我们来跟他拍张合家欢，好不好？待会姐姐来一起来喝，姐姐一起来，待会一起来啊，姐姐一起来吧，好吧。一起来拍张合家欢，哎，站在绚丽的礼台，哎，抱着宝贝，那姐姐也站在这边来吧。好的，大老远的千里迢迢，多么的不容易，姐姐也很感动，是不是？哎，来吧，我们站在这里，站过来一点点，哎，对，站在这里，哎，好的。就在这一刻，让两个原本不同性质的家族，在杨家里。在这边热土上见证了他们变成一个家族，我们来张合家欢，听那个令，来，3、2
一，掌声祝他们阖家欢乐。好，谢谢谢谢姐姐姐夫，好入座。你看姐姐姐姐感动的哦，我看新郎今天也感动啊。来，我们向所有的来宾深深的鞠上一躬，谢谢大家。好事成双，再来一次。好，牵着双手踏上幸福的旅程，先走。妈妈跟妈妈牵，牵着妈妈，妈妈牵着走，走，爸爸走。新人的新婚大年到此旅程，婚宴就正式开始。本场婚礼是由我们永丰最著名的品牌520婚宴传媒全程策划打造，由全国金奖主持杨帆亲情主持，您的爱情我来见证，拜拜。